芬兰选手奥利尔。我们看第三位上场的是乌克兰的选手沃洛别夫。沃洛别夫，嗯，沃洛别耶夫，这是他是去年世界杯这个总决赛，巴西总决赛这个进入了前八的选手。可以说这次在男子吊环项目当中啊，对中国选手陈一冰和严明勇应该冲击还是非常厉害的。嗯，他能进入这个世界杯总决赛的前八，说明他还是很有实力。对，有实力。好，来看看啊，乌克兰选手沃洛别耶夫的这套很有实力的这个动作。从倒悬身开始。哦，乔纳森。哦，本间水平十字，这是 F 组动作，直接压成倒十字，这个难度很高的，这个三个动作就1.5了。后摆身水平是在0.5，压成水平之又是0.1的连接价值，1.5。再做一个十字直角十字，然后压成倒十字。后摆身水平支撑0.4。大环成手倒立，时间够了0.3。高转间，好的，巴拉巴诺夫响。嗯，他这套难度价值很高了。对，尤其是他开始的这串难度非常高，开始是一个乔纳森接个本间水平十字 F 组，又是一直接压成倒十字，这串是一个，但是他的这个到位的还稍稍还欠缺一下。嗯，